江阴市北安宫集合众人的善心，将信徒的赠品1600多元送给江阴市政府通报给收入户，各有弱势团体。江阴县市的弱势家庭嘛，伫咧发送之日，分数相当的多。北安宫主任委员孙茂仔率领着委员义工当场来发送，来接受单位感谢北安宫土地公伯的爱。江阴市北安宫集合众人善心，将信徒赠宝品1600多元分送予嘉义市通报的低收入户以及弱势团体。啊，咱就一年拢做三届，啊，咱继续吼，百元奖这八关继续个咧照顾这弱势的，哎，这继续啊做个，吼，不断啊做，哎。脊椎损伤的啦，吼，啊，甲这脑主哦，像这高龄医家，哎，拢一套大概拢是这，哎，好一半斤啊。哎，对，这边咱拢做吼，遮是社会处的遮，吼，咱市政府社会处的，因去做一寡吼有需要的人。嘉义县市的弱势家庭也在这次的发送之列，分数非常多。北安宫主委孙茂仔率委员义工当场来发送。路程差不多点外钟安尼，来回差不多要到三点钟，嘿，嘛是来参与，因为有这个资源，予咱学校的囡仔、山区的囡仔好教材，安尼是足好的机会安尼。感謝伯公啊，謝謝。我真正足感謝咱這會當等到三工，因為阮遮攏是收容甲中度腎臟的迄個院生啦吼，啊若有遮等到三工，阮會當減輕阮的負擔啦，啊我是足感謝的，嘿安尼。辦公結合社區各界的善心，將温暖送予需要幫助的人，是小愛匯集成社會的暖流。社區新聞蔡明東嘉義市場報導。